那照你说个端午节，害我在讲端午节啊。可以过来了吗？可以啊。嗯，那个麒麟就是这样。皮呀，照那个。项羽，好像讲花郎啊，对，讲破釜沉舟，这个应该也蛮有名的。破釜沉舟参考一下，就先到哪里？这边可以继续练。嗯，你可以继续讨伐。但是我觉得啦，打输再说啦，好不好？两队同时出征哦，不知道怎么装啊？哦，这就你看，就我们的 T1 装。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双装备了。嗯，类似这样。啊，每个装备都有装备。啊，都没有自动穿戴，会不会点到手残啊？哎，这个参考一下吧。哎，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开讲哎。哦，那感觉可以分开讲啊。长得开始累，30，不是五开高真的关系。好了，算了。